好，我是小赖。OK， 来到我们 Q&A 的第二集下集，因为上一集都是在聊无间情的嘛，那这集呢就是统整了一些大家很想要问我的一些人生问题啊等等的，那我就收集成第二集。好，来，我们第一题是什么？第一题是不是有刻意区隔重口味跟狼人杀的表演？哇，这个粉丝很会问呢、欸。其实有，老实讲，其实有。没有，应该说，这两个地方，我想呈现给观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应该说，因为重口味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肆无忌惮嘛，然后放肆的聊十八禁什么通通来。但因为我今天身为狼人杀，我今天身为无间情，其实是不方便聊这么多的。对，其实不方便，总不能说啊，我要宣传 Own Day， 然后大聊十八禁也不对，所以。针对这样子的话，我会取决我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出去，我聊天的尺度会有差别。但这也是我自己还在平衡的地方，因为就变得我很尴尬。就是今天我可能我今天去无间情的录影好了，大家说哎、你平常就可以聊这样，为什么你不聊？对，那我去重口味，因为重口味就随便聊嘛，都没关系。那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今天身为无间情的团员，那重口味有些题目是不是不可以聊得太深入？因为其实我们很多题目都会很深入，但我很怕喜欢我的妹妹们听到我很深入的话，就说哈，她怎么这样？所以我现在一直很sometimes会有点纠结，我回答的尺度跟 range 到底要在哪里？对，那这个是我还要在思考的。对，先跟大家讲。好，下一题。有人问你可以办演唱会吗？好，这题呢，老实讲，我原本八月就要办，然后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原本零九他们的演唱会都是五月、四月，然后我原本是八月哦，然后后来他们全部移到八月，然后我想说哇，那八月大家会不会破产呢、啊？所以我想说 OK， 那我就去往后延。然后第一个是加上，因为我觉得可能蛮麻烦，所以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做。但是后来我最近当了一些人的嘉宾啊，比如说才子啊、魏晋啊，哦、魏晋没有了，魏晋纯开，就是才子啊。好像只有才子，对，真的嘉宾，然后我想说，哎、其实台下有一起唱我的歌，就是那个 timing， 我觉得哇，好感动哦，就每个人都会唱，甚至连娘娘腔，大家都跟着唱。我想说，这么难的 rap， 你们怎么可能一起唱？所以这些动力会让我觉得，让我更想要办演唱会的感觉。但因为卡在我现在歌不多，所以可能暂时抓在11、12月，比较高几率是12月啦。比较高几率是12月，因为我知道1月大家有学测嘛，那因为我觉得办到如果我生日之后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倒不如就12月或者是1月前一点点，但我知道1月大家有学测，那可能12月几率高。好，下一题。你每次在签楼之前会跟凡凡告知吗？不用告知啊，为什么要？没有，因为凡凡就是我是全世界唯一他公认的大老婆。不是大老婆了，就是二老婆。所以呢，我任何亲搂的，他都完全不会在意。因为我曾经有跟凡凡聊过，我就说啊，他有说任何人他都不能接受，除了我。对，因为那天啊，他演唱会完，然后隔天好像他放假吧，我就说哎呀，我们要不要去吃饭？然后凡凡说他不在、然后我就说，他就说那你自己约搂啊，那我可能 OK。结果昨天大下雨，谢谢，今天没有办法约。天公不作美，对，所以凡凡其实是完全不会 care 的。好，下一题。如果不熟的朋友跟你开玩笑，你会怎么处理？哇、OK， 这题我必须，这题之后在我之后的一个单元会教大家怎么应对这个状况，但我这边先简聊，因为这个东西呢，有关于一个人的尊重跟礼貌，我觉得啦。这个关于尊重跟礼貌，但如果不熟的人开你玩笑，我觉得你可以先礼貌性的跟他们说，其实我不太喜欢被开这种玩笑，但我知道很多白目的人一定会继续开，一定会继续开。那个这时候呢 ，OK， 你可以先忍着，然后之后我会做两种方式，第一个你先私下跟他说，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太开心，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处理，就是私下沟通，因为私下沟通对于这种白目的人，他会才会意识到说你好像是认真的，对，或者是第二个，你直接对于这个人远离，就这两种方式，对，这是我会处理的方式。但如果当下我熟人的朋友比较多的话，只是就是我一说大概这个局熟人的比例是70%，陌生人的比例是30%。那我会选择当面跟他告知，就比如他开玩笑，我就说，哎，这个玩笑其实我跟你不太熟，所以我觉得不太好笑。通常你只要讲这句话，他也会尴尬，就是对，就是要尴尬，他想来尴尬。但这个人我一旦讲出来，这个人通常就不会再敢开你玩笑，然后进而远离，就是离你远一点。所以你可以做选择，我提供三种方法。对，好，下一题。你有想过要入手一些精品吗？哇，你知道吗？精品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白手起家，所以我觉得精品我觉得有一点浪费钱，也不是浪费钱，毕竟我可能会接到精品的业配。我不太会去花大钱买精品，对我来说啦，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对于我买很贵的东西，我反而不太敢常用或者是常穿，所以买精品对我来说，我可能也是放在那边就不动这样，因为我个人的怪癖就是便宜的好用的先用到烂掉再换，然后贵的东西我通常都会不动，因为像很多贵的食物，你知道吗？有时候有人会送我贵的酒啊、贵的食物啊、贵的喝的、啊，我都放过期，就是常常说啊，还有一个贵的我要去吃，哎，过期了，然后人丢掉，所以就是很多这种方式，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收集这种精品。但如果有人要送我，也是很欢迎。就送的我可能会比较没那么心痛，送的我就大方杯啊什么什么。因为其实我身边很多人开始就是现在可能赚钱能力够了，然后会收集精品或是杯精品。但目前我好像没有这个欲望，对，我比较还好。但如果送家人，我就会想要送精品，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送家人很值得，但送我自己我会觉得好像不实用，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实用的东西了。好，下一题。你人生中有没有做过最后悔的事情？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我个人自认为我很聪明，就是对于朋友啊，对于人啊，我非常会看。但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我只要面对爱情，我好像跟 X X 一样，就是我眼睛好像鬼遮眼，你知道吗？我历来哈，我交往了4个人，然后每一个就是大家都会说哈，他不要吧，不好吧，然后我就一头就是栽进去，然后中间就是发生过很多，可能骗我钱呐、啊，或是想要我买东西给他，或是可能偷偷跟别人聊天这类的，就是已经触犯到我平常的地雷。然后我朋友也都觉得说啊，一定要分了不 OK， 但我还是会执迷不悟的继续付出到我整个伤痕累累，付不出钱，或者是说啊哈，真的劈腿了什么的，我才会选择离去。所以可能后悔的事情就是这四个人全部都很后悔，好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爱情啊。我针对于爱情这件事情。都好后悔哦，因为我单身的时候才会回想到这段荒谬的过程，这四段都很荒谬哎，都没有一个所谓正常的情人、正常的恋人，所以最后我应该就是跟这四个人谈恋爱。好，下一题，为什么你的公开行程比较少 ？OK， 这件事情有吗？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还在努力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厂商啊，可能表演单位对我的定位可能还来自于综艺，可能还来自于搞笑，因为所有大家比如说你像林九峰、泽伟金，就是说他们就是一直以来都是歌手嘛，那一直以来都是做音乐作品，所以
你要说公开的行程，那不外乎就是演唱会嘛，不外乎活动嘛，笑唱，然后可能某某地方的演出，某某地方的嘉宾，那这些人，老实讲，可能不知道我现在有出歌了，那可能也不知道我可以唱歌，我可以跳舞，我可以表演等等的，所以公开行程之所以这么少的原因是，可能我还没有努力到他们会想要发我去表演，发我去想唱歌，对，但这些是我要努力的，因为可能大家对我的，因为其实老实讲，很多厂商、很多单位是没有在 follow 跟现在同步电视播出的那个资讯，所以他可能既定印象说，哦，我的名字应该是跟综艺就是内挂，所以我可能没有唱歌，我可能没有音乐，我可能没有作品，所以我也不怪他们。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要在努力的。如果我今天在做的更好更红，那也许我公开行程会多一点，但我还是有很多直播啦，我还是有很多节目，你们可以看啊，虽然不公开，但你们可以上网看一下，就是假公开。对，但我之后应该会有蛮多校园可以跟大家见面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下一题，你有想过要帮粉丝取名字吗？来，这题你可能不是我的铁粉，我的粉丝名称就叫赖达，就是赖达，小赖达，好不好 ？OK， 好，下一题。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首歌？哇哦，其实我都很喜欢呢、欸。我其实都很喜欢的、欸，我想一下啊，最喜欢没有什么最喜欢的，因为其实每一首歌，我为什么歌这么少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因为我所有歌都是自己出钱嘛，我没有任何大公司的支持支撑，那所以我对于出歌这件事情，我非常的精挑细选，因为当我今天只有一笔钱，我要出什么样子的歌，因为我不像。因为我没有唱片公司嘛，因为唱片公司通常会跟你讲说 ，OK， 你这张专辑你要走文青路线，所以你可能这十首都必须要选文青的歌，那有可能这十首有一两首不是你爱的，这是很正常的状况。但我不是，我是因为单首单首出，所以每一首我都是精挑细选，然后大改特改。我不是歌来我就要唱哦。我会修，我说，哎、欸，这个曲我不喜欢呢、欸，你可不可以改掉？或是这个我不要，可不可以改？对，所以我没有一首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而发行的，我都是听完我就说啊，我自己超爱，我才会出。但你要说意义特别重大的，可能真的是我们的爱没有不同，比较重大的哦。原因是第一个，这首歌是我第一首。也不算第一首啊，就是第一首我真的爱的歌，就是没有抓紧、没有娘娘腔的时候，这是我第一首，在我根本不红、我根本完全没钱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要出这一首歌，就是我们的爱没有不同。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词是我自己写的，然后曲也是我副歌我自己就哼到，所以我对于这首歌的。某部分的连结算是比较多的，对，应该是这样讲，对。然后加上因为中间歌词其实有很多是我自己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唱起来很有感觉。那后面这两首我也非常喜欢，对。但你要说意义重大，其实每一首对我都意义重大，只是我们但没有不同。对于我当时的状况，我是比较。觉得在我一个没有钱的时候，我为什么还那么愿意做一首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但后面也都很爱，这好难选哦。反正如果意义重大，我选我们代表不同啦。那我之后还会出很多歌，大家也多支持。但是我觉得最棒的歌就是下次我会把你抓紧，因为它破百万。哎，但是这首歌我也很爱哦，因为这首歌从虽然词曲不是我写的，但雅慧也是把我的故事，我不是跟他聊完天。然后他也是把往这个方向写，而且 MV 就是我一手起家，所以我觉得因为这首歌是因为在资金我觉得算蛮充足的状况下，所以各方面都还蛮完整的。但因为我们的爱没有不同，是因为它出产的过程太艰辛了，我也没钱。大家回去看我的 MV， 阳春到爆炸，然后 MV 我还自己想自己写脚本，说啊，那你要跟我演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我们的爱没有不同的苦感。比较重，就是很辛苦，所以
整个过程我还是觉得很感动，但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去校唱，然后大家会想要听我们，但没有不同，然后每个人都还会唱，我想说天哪，很感动，因为当时我一直想要把这首歌当成是很流传的一首歌，但因为当时我能力不足，所以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愿望。但现在这样成功了，我就觉得很欣慰，所以很感动。好，下一题。那你未来还有想再出歌吗？会啊，不会停 ，Never Stop。先跟大家讲，我目前的计划，九月底会出一首歌，很前卫的歌，对，很前卫。我自己可能会有点担心的。然后十二月底还会再出一首慢歌，对，因为大家一直跟我敲碗说，不要再唱快歌了，他不想听慢歌。OK， 我听到了。因为慢歌的味比较深，好吧，所以我年底会再出一首慢歌，真的道道地地流行的慢歌，就是流行慢歌，你们可以传唱的慢歌。希望 KTV 业者不要再闹了，赶快把我的歌上架，已经116万还不让我上架，他还想怎么样？好，下一题。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一日饭局？当初为什么要做一日饭局？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蛮受《康熙来了》的启发，所以因为我觉得很感人是，是有很多网友把我誉为就是年轻版的小 S。你再跟我讲，我老是很感动，或是一些蔡康永，蔡康永有人讲啦，但是我觉得我跟蔡康永的那个知书达理可能还差很蛮远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书念的偏少，所以可能像小 S 比较像，自己说比较像。我当时就是觉得，访问一个人，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呢。就是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当访问的人跟被访者，他们是有某种程度的连接。因为我常常看了很多访问的节目，访问的人，访问的人，就是你知道他问的问题，你会觉得，哎，这个受访者好像没有想要多聊。就很多节目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他不想多聊呢？因为我之前在做别的节目，我有先做一下功课，那我会看到有一些主持人，他能让来宾很放心的聊出比较 deep 的东西，但有些人却他们都回答很外表，所以我就觉得差别在于哪？我有认真思考过，后来我想想，应该是主持人的访问的方式跟访问的感觉会让受访者的影响有差，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OK， 我很想当访问的人，我很想访问人，因为我觉得顺便也练一下我的口条，那加上我自己，我不知道哎，我自己觉得我蛮会访的，我觉得我就是会让，就是我的访问比较偏向循序渐进，会让你很可以聊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做一日饭局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像康熙来了那样，因为其实康熙来了是我看很多访问节目是他们比较可以访到很里面的，就是虽然中间有玩笑话但也有很感人的，这是我想要的，所以我觉得既然现在没有康熙来，那我自己做一个可能不像了，那我自己想说啊，好啦，那我自己如果站在观众的立场，我无聊，我会不会来看我的一日饭局？对，所以我以这个当作目标，就是康熙来了是我的目标，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达成。但如果你喜欢的话，那我其实每次看到网友说，哎、欸，他这个频道都聊到我平常不知道的事情、欸，哎，聊到这句话，这个留言我很爽，就是说，看吧，就是会放怎么样？因为其实我访的来宾，每个来宾其实，他们去其他访问节目都去很多次，那你还可以在我的频道听到不一样的东西，我就觉得啊、哦，那我功课没有白做，我访的让你听得到他更内心的一面，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成就感，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做长片的原因，因为我觉得短的影片的访问搔不到痒处，就是。他能问的真的很有限，没有就是很表层，因为你要进入一个人内心，你一定要从外面开始问嘛。那问好，问到这边 ，OK， 其实已经15分钟了，就是一般他所熟知的长度。那你要怎么挖到里面？你必须要再聊15分钟。所以这就是我做长片的原因，因为我想要从外面聊进去，这样我觉得观众才可以更了解这个人。因为其实我找人的目标。
是在于第一个我喜欢这个人，第二个是我觉得观众还不够了解这个人，应该说观众还不知道他可以让人喜欢的地方。我希望借我的访问，借我的节目，让大家发现，哎，这个人其实很值得被喜欢。对，这是我其实做饭局的目的是这样。好，下一题。你私下也是一个有自信、有魅力的人吗？老实讲，我也不是 always 像台面你们所看到的自信跟魅力，我也很多悲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摩羯座，哦，就扯一下星座，我觉得摩羯座本身呢就是悲观体质，就是我们天生就悲观，天生就自卑。那但我们对于要抛头露面或者对于要展示的时候，我们很常展示出自己很有自信的那一刻，但这是我们的习惯，就是加上我很习惯人来疯吧。我觉得大部分的自信跟魅力是来自于我有人来疯的特质，就是今天在一群人之中，就我不会想到悲观的事情，我也不会觉得好害怕，我不会，我就觉得哦，既然都要来玩了，那就放出来玩了，就我就让你们看到我最好笑的那一面，这个是我的特质啦。那私下在没有人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很常反省自己，我很常自卑，我很常会看酸民的留言，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这个 timing 是我比较你们没看到的地方，因为我可能难过的时候不可能开直播跟大家见面嘛，所以每一个人一定会有自信的时候，也有悲观的时候，但没有关系，没有人是台面台下都自信的，但我觉得你反省过后的之后再表现出来的自信一定会是不一样的，对，因为你一定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些是我不喜欢的，我可以舍弃掉，那我去选择哪几个地方是我可以很有自信的展现的，对，那我不可能去挑战一个我完全不会的事情，我还要展现成我很厉害，不会，就每个人一定有擅长跟不擅长的地方，所以呢，你只要反省去筛选过后OK， 去选择你有把握、你有自信的地方去展现，大家一定都会有自信、有魅力。对，下一题，你未来还有什么最想访问的人吗？哇，我跟你好，未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近期我最想访的就是瘦子。近期哦，你知道吗？因为我最近看瘦子好多好多影片，然后想说哇，这个人好帅哦，然后。第一个当然是帅啦，就是很肤浅。然后第二个是我看了很多他访问的内容，我发现他其实很有内容，欸，就是跟我所熟知的跟我既定印象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哦 ，OK， 他就是一个帅哥，然后是很 man 这样。第一印象是这样，但第二个是他的访问内容，就他竟然会冥想，然后他不买名牌包，就是这些观点都让我觉得哇，这个人。好跳出我的思维哦，所以我觉得近期我最想访瘦子，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来。对，但我觉得其实拜托拜托瘦子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频道。好，下一题。你在歌唱上有付出过什么努力吗？好 ，OK， 其实我也很感谢我加入五间情，就是因为他们算是我一个迫使我前进的一个力量。对，就是因为。因为我以前没出歌嘛，所以我常常也不会练歌还是什么的。但我之前有去上过唱歌课啦，但后来因为今年非常非常密集的在出歌，密集的在表演，密集的在练歌什么的，所以常练真的有差，常练真的有差。那加上每一次录音，因为我等于有四个唱歌老师，对，我等于有四个唱歌，因为每一首歌。的唱法，每一首歌的 key， 每一首歌的情绪都不一样，所以我每次录音感觉像上课一样，就是我每次录音就四个人就坐在下面，然后或是三个坐在下面，就说，哎，小赖那个不行，再往这边唱一点，鼻子这边再唱一次，那个情绪再推，你气慢慢吐，就每次录音都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录特别久，就是他们顺便在教我怎么唱，所以你会觉得我慢慢有进步，我也很感谢他们，就是。因为我常唱嘛，然后加上我自己又出歌了，所以其实我一直在唱。然后因为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声音为什么有沙那很哑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主持，你知道主持讲话好伤喉咙哦。然后因为我又是主持人，所以我主持，你知道我一到五，我现在主持要讲大概四天的话，然后就没办法休息，然后我还要唱歌，所以我通常声音就是有点哑掉，所以我最近可能会去看什么嗓音科，就养一下我的喉咙，保持一下我的嗓音。好，下一题，你都怎么度过你的低潮？其实也算是偏广大一点，但我怎么度过低潮？其实就放烂。老实讲，就是放烂自己，因为，我面对低潮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如果这件事情我的低潮是来自于外界，好了，如果是来自于外界的，比如说别人攻击我，或是酸民的留言，或是某某的东西的话，这个方式的低潮，我会，比如说我有五个信任的人，我会跟这五个人狂抱怨一样的事情，我会一直讲。然后虽然他们会给我很多意见，但我都不会听。对，但我只是想要一个出口，让我讲出我的不爽、我的讨厌的地方等等的。所以如果是这个方式，我会想说到处讲。其实讲完一整轮，你其实心情会好很多，因为你有一个出口嘛。那如果是反省类的低潮，如果是反省的，就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可惜有这类的。那这类的我不会跟别人讲哦。这类的我就是属于躺在床上一整天，24小时，就那种烂，把自己放烂，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我平常不会花钱的，不太花钱，但那阵子我就会花钱，比如说我要去买一个东西，撒钱什么的，因为这件事情会让我，你知道吗？人在醒来的，为什么人会醒？因为有人戳到他的痛处，就是你被打了一下，他说啊，好痛哦，啊，好像要醒了。对，所以你要做一件你平常不会做的讨厌的事情。例如说，我是一个很节制的人，那我低潮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花钱。那我花钱花到一个数量的时候，我就会醒来说啊，不行，我不能再花钱了。我不能再低潮了，对，就反而就说我不能再低潮了，因为我在低潮我就会花钱，所以我就会不行，我要振作，因为我没钱了，类似这样的方式，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就是找你平常很克制的东西，你去放纵它，你会反而抑制到你的低潮期，对，会不会太抽象？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反思一下这个东西。好，下一题。你可以做星座相关的主题吗？星座相关的主题哦，你们是想看我自己聊，还是请来宾聊啊？因为最近豆豆有做，所以帮他宣传一下。因为最近豆豆有做星座的专题，如果你们想看的话，我还是可以再找啦。但如果大家想看，我可能可以做做看，好不好？但因为我之后会想要做一个系列，是爱情的 Q&A， 对，爱情的 Q&A， 我觉得这个题材会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可以把你们在感情上所遇到的问题，可以私讯给我，或是怎么样的。到时候我会开一个问题区，然后我会用我的角度回答你们。那如果其他网友你们也想回答的话，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感情问题，你们可以来这个频道、这个节目里看一下每一个人不同的答案。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放性的节目，应该蛮有趣。其他节目不要抄，我先讲了，好吗？我下一拜就马上拍。好，下一题。你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哇，最初的梦想，我刚好其实我的最初，我其实没有什么，我应该说我的梦想很广泛，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目标。但我记得我高中那时候立志要考文化戏剧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我想要成为台湾的唱跳歌手，因为那时候很爱蔡依林、萧亚轩，所以。我那时候立志自己是，我一定要成为萧亚轩或是蔡依林的接班。我那时候给自己的目标是这样，所以，对，但我现在反而其实，因为中间有蛮多事情的，因为比如说我试镜试好久都没有上一个，然后，比如说前经纪公司又倒了，或是什么之类，中间太多离奇的事情了，然后我之后再一一分享给大家。但是回过头看，我现在好像有在接近哦，我说往那个地方前进，所以回想起来，我觉得啊，蛮佩服自己的，就是因为你知道吗？我从高中
立了这个愿望，然后我一直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要我放弃这个路。对，就是虽然中间大家知道我多可怜，然后中间也发生很多事情，但我没有想要去做其他事情，我也没有想要去考什么某某职位啊，或是做什么东西啊，完全没有。我就是一路一昧的往这个目标一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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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了没关系，再换一条路。反正如果只要结果是一样的，不管那个路绕远路还是什么什么，我都会去做。所以我不知道，我可能很怪，就是我完全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件事情。那回到上一题，就是如果你低潮的时候，你可以回想起你当时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点是会让你有动力的。因为有时候是在于我想低潮啊，或者是说啊，还是有点微微放弃的念头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说，哎，那我其实想要什么。那我就会想到我高中那时候很信誓旦旦的跟我旁边的朋友讲，然后在别人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因为每个人留言都说你一定要成功，我说你一定要什么成为艺人，因为那时候根本就什么都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唱跳歌手。你知道我现在回去看那些留言，我觉得哇，我做到了耶！欸，其实这个还蛮感人的，就是多少人的目标，当时的目标跟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很少，你回去看那个毕业纪念册，谁想做什么，谁想做什么，再看现在有多少人完成。所以你现在在这个路上，欸，虽然你可能没有成功，但你现在在这个路上，我觉得这个点你就应该要清醒了，你应该要觉得说，哎，欸，我真的很了不起，我坚持到底。所以我对于任何在往你梦想前进，虽然你没有成功，虽然你现在可能很苦，我觉得你都该给自己一个掌声，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对，好，下一题。好，最后一题，你近期的计划是什么？近期的计划哦，其实我近期的计划，我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九月会出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应该算是我有史以来最想要做的风格，但它可能没有这么大众，它可能很偏门，但没关系，那至少我做一次没成功就算了，我再走回流行就好。对，然后11月、12月会出一首慢歌，对，抒情慢歌，流行的，回归到本业这样流行的慢歌。然后我今年有想说有这个思考啦，就是拼六首歌，然后爆万和金曲。对，报金曲奖，但你们也不用觉得我很狂妄什么的。那我觉得我就是填个报名表而已，好不好？没上就算了，我没有一定要得到什么歌手入围都没有，就是我只是纯粹一个有六首嘞，就是有点像是去报考的感觉，没上就没关系，至少我做了这个了不起的举动。对，然后哦，聊到这个，我再补充一个，我觉得任何人不要去害怕尝试，好不好？不要害怕尝试，纵使那个目标你觉得很不可能，但你还是要去尝试。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英雄联盟啊，我的英雄学院，你看那个主角他没有个性，他都可以去考一个英雄学校了，因为大家都一直笑他，一直笑他，但他成功，但他成功。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害怕说啊，这个怎么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去报？但你还是要报报看啊，那说不定 OK 啊。所以我就想说做一些非主流的音乐，所以平时老师会觉得我是地下歌手。会不会增加我的那个？会不会增加我的那个入围的几率？对，目前计划，然后可能11月、12月会办演唱会，但不会太大场，可能就1000人左右吧，比就很大场。对，可能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也在思考会不会要出实体的，我在思考。但如果我要报进去这样，我就得出实体，因为这是一连串的。所以，我如果没出实体，那我就是没有报进去这样。但我如果要报，那我就会出实体，就是，但我还差一首歌啦，所以我还在思考那首歌要收以前的歌吗？还是再写一首呢？还是怎么样？就是还在思考。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接下来我还会有一个彩虹路跑的活动，就是我是主持人，所以大家可以去，如果想要看到我的可以去报名，这就是大家所谓公开的活动，就是路跑，还有很多校园。那如果校园呢，我再一一的跟大家讲时间。那今年的计划应该是这样，但我也希望今年看有没有机会演到一部戏。
哦，真的太想演戏了，就是电影啊，或是戏剧都好，都好，小戏都小角色都可以。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可能我因为我没有在算没有演过吧，对不对？嗯，就是可能没有，就是没有大家不知道我可能是会演戏的。就因为我一直念戏剧系，念我现在已经毕业几年啊，七年八年，差不多，差不多七八年。没有演戏耶，就一直很想演，就一直很，你知道，我的 MV 演那么好，你没有看到吗？导演，100多万，对，就是其实很想演的，就是我会做得很好。如果有任何一个导演或任何一个剧组，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的话，我愿意100%的付出，好不好？拜托，我今年的小愿望就是演到一部戏，大小角色都可以，任何。都好，只要让我演一部，让我过过干瘾，好不好？好，今天的 Q&A 呢，其实就分上下集，那已经结束了。那下礼拜呢，就会有全新的主题要跟大家讲，因为我之后呢，会做了一系列很像书本的主题，就是对我，因为我梦想把接下来的主题当成一本书在拍，所以希望你们大家如果有想看什么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哦。那期待我200,000的 Q&A。那我们这次的 Q&A 呢就结束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